它慢三闪哦。对，注意路线，手背的肌肉要放软。哎，是抓一个弧度啦，就像你学的 S 一样嘛。这个是前方路口预告号志，它是一个预告。它先踩油门哦，对，要让它的力量饱满，它的档，重点加速。按你踩油门，油门可以踩很重没关系，42就不要乱松啊。好，来换那个档，踩下去，放轻松一点，用力而去，踩油门掉下去。好，那再来换三档，踩下去，用力而去。对，不对，要先用力而去，只有起步是先踩油门，其他都是先用力而去。好，换四档看看。啊，对，不错，怎么会有焦味呢？没事，外面的味道。过，过，过。你如果踩刹车，像那个时候你踩刹车，如果后面紧跟着一部车，你就挨撞，就被撞了。反常装车一定要减速，退到三档。这个换到四档。哎，对。加速。换车道，换车道，踩油门，看看镜子，不能不看了。